佛堂食斋去得多，韩式紫砂料理你有试过未？紫砂即是韩国寺庙，他们的饮食哲学是很重视从农场到餐桌的绿色概念。Eco Friendly 之余，还希望透过来自大自然的素食食材去净化新心灵。入到来这间新派韩式素食料理土生花，会被大量的浅绿色和干花包围，阳光穿透入嚟，很有禅意的气氛，吸引不少网红来打卡。他们的韩籍主厨巨神光师傅创作菜式的时候，不会用到素肉，亦不会加入蒜、大葱、韭菜、青葱和洋葱这些五辛类食材，因为想大家吃到食材的原味道，再在刀工、质感和味道层次上面落功夫，令大家吃到一种清新的韩风味道。